哈哈，可以了是吗？清楚了是吗？哎，你清楚了是吗？Hello, Celine，清楚了吗？我看了3次哎，今 OK，现在 better 了啊，OK，very good，better 了，我们可以 continue 了，Thank you, Celine，好，终于好了 ，OK 了，OK 了，我们真的是 Malaysia boy 嘞，好，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加强版冰丝。我记得加强版冰丝，你们我记得在线的这些在看的，你们全部都有买过加强版冰丝的，OK？所以我们大概都知道，我们这个加强版冰丝非常的厉害，没有单人的这个力，我们只有双人的，只有 queen size 跟 king size。男孩子的话，盖一个 king size 是可以的了，因为这个布料呢非常的柔软，非常的好盖哈。这个加强版冰丝呢，真的，我跟你说，超多人喜欢的。我今天收到一个好评哦，一个男生的客户，他跟我说，他说那个怎么加强版冰丝，然后那个枕头，他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OK，我觉得他很快应该要买多一套那个单色的，因为他们喜欢单色的。OK，我跟你说，这个加强版冰丝。你想要找舒服的，有一点凉凉的，OK？你买这个加强版，比如说我跟你说，你买上了，你会深深的爱上它，因为它真的太好睡了，你们知道吗？连我的哥哥啊，对的，我的大哥他是超喜欢的，他跟我说真的不一样哎，真的很好睡的了。我跟你说，男生真的很喜欢的。你们买一套这个哦，他说那个枕头，之前我卖的那个枕头。他讲那个枕头也很舒服，那个加强版冰舒，冰丝他说很舒服。我跟你说，你们买加强版冰丝给你们老公睡啊，你们老公一定爱死你们了。我跟你说，爱死你们，因为真的很好睡，又好盖又好抱又好睡。因为这个加强版冰丝的话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很受客户的这个大爱，它不是喜爱，是大爱，你知道吗？OK，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再次强调一下，因为这个加强版冰丝的话呢。它不只是贴身舒适，好像我们有些盖，我们有些被哈，OK，我们说被了，OK，我们有些被盖上去的时候，你感觉到这个被好像有盖等于没有盖，感觉到没有那种贴身感，你们知道吗？像这个加强版冰丝啊，它是直接是棉被系列的，这个被的话呢，它可以直接紧紧的贴在你身上，而且呢是保暖的，你知道吗？最重要就是保暖，它就是有那种带冰凉的感觉，绝对的100%，我真的敢跟你 Grandy 恐吓，它真的有带一点冰凉的，真的，就是你盖上去，你盖在你这边身体的时候，你的手这样子放在被的外面呢、啊，你摸下去真的有一点那种冰冰凉凉，尤其是你开一点 aircon 的时候，不用说开到很冷的，你开个25度、26度，你都可以马上的感觉到就是那种，凉爽凉爽，因为就是说好盖到啊，真的是不得了嘞。然后呢，它这种材质呢，它的那种细湿排汗真的很好，OK。然后它又很光滑，又非常的柔软，就是啊，你感觉到你买这个床品回家睡呀、啊，就是一种享受，真的就是一种享受来的。睡了你家冰丝真的是舒服到，对的，真的是舒服到哦，就是一种享受。好像有时候我们说，哎呀，买按摩椅回去享受一下，帮我们按摩一下。我跟你说，你 OK 买按摩椅是因为按摩一下背后啊、身体这些嘛。那么你买一套这个床单呢、啊，你买回去哦，真的是回去享受的。它可以让你直接啊，很 direct 啊，直接你马上睡下去，能直接 feel 得到那种舒服度。所以说呢，你们看到这个加强版冰丝的话呢，一看到，而且这个的新款很美啊，我跟你说，美到不得了哎，真的很美哎，有几个款式真的很漂亮哎。OK，来 Queen Size，如果你要买一整 set 啦、啊，就我们讲一整 set 的价格好不好？好，OK，一整 set 的价格啊，就是398块钱。我把价格跟它拼上去先了。OK，等我一下啊。那么我就不用一直讲嘛，对吗？我就把那个价格拼上去先啊。我先拼那个价格比较低一点的啦，168了。不然等下我拼上去398408，其实真的不贵啊。我跟你说，真的那个价格一点都不高。为什么？因为我们卖的给你们这些加强版冰丝啊，我们又做的嘛，就是那个高度。
高度又做到你们要的比较高，好像你们的床13寸14寸，而且我们做给你的被呢又不是那种普通的小件，全部都是加大的，你们知道吗？然后那个被的厚度啊，都是做那些比较有一点厚度的，不可以做的太薄的那一种，因为做的太薄的话呢，你们盖上去就是不够保暖。OK， 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加了蛮多料的嘞，你知道吗？每次啊做这个加强版冰丝哦 ，OK， 做这个加强版冰丝，一看到我要做这个 order， 人家都怕了，你知道吗？可以不要做嘛？他说你可以做纯棉的嘛？为什么？因为加强版冰丝太软，然后它的布料太暖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裁剪的时候很不好裁剪，人家一看到这个 order， 工人看到这个 order 哦，都想要跑了。哈，为什么你一直要订这个 order？ 可以不要订吗？可以订纯棉的，因为每个人工人看到真的很怕，他真的很难拆，车这些全部都很难拆，因为你一车下，等一下又歪一边，太滑了，一直车一直会跑。很可怕，所以真的工人看到这个布料啊，他都害怕了，要退后几步，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加强版冰丝的工费很贵的，真的很贵。所以我们卖你这个价格呢，真的是摸着这里卖的，这是良心价格。OK， 可以套到16寸高 ，OK， 可以 up to 到16寸高，而且这些被啊，全部都是 king size 的。所以说，你们买我们的床，买我们的被也好 ，OK， 你要买一整 set 也好，买 queen size 的也好，或者买 king size 买被，还是买一整 set 都好，你们买的这些被呢 ，OK， 全部都是 queen 的价格来的那个 size 啊。可是我们给你们的尺寸 ，OK， 给你的 size 全部都是量身定做，都是做最大的，都是做 king size 的给你们。因为我觉得这种材质的被呢必须要做大，为什么？因为它很软，它很好盖。那么如果把它做成那个 size 不够大的话呢，两个人盖的时候呢就怕不足够，为什么？因为这个被很软，但你盖的时候啊，我们睡熟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把它抱起来了，我们自己不懂的，可能你老公都没有盖到那个被，如果做得太小，哎呦，冷到他就不行了嘛。所以我们把它做大，就不可以让老公老婆冷到嘛，一起刚刚好盖到稳稳的 ，OK， 抱着那个被真的超舒服的 ，OK。那么如果晚上老公不抱你没有关系，这个被你就抱住这个被吧，还更加舒服嘞 ，OK。好，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加强版冰丝哦，这个价格就是这样的，你可以选择买 Queen Size 的 4 in 1 ，OK。Queen Size 的 4 in 1的话呢，我们价格放在 Bimbos 的168。如果你要买一整 set 的话呢，一整整set就是包括那个棉被，就像这样子一整 set 的，有床单啊，有枕头套，有抱枕套，还有一件这个棉被，这样子一 set 的话呢，价格才398块钱。如果你要买 king size 的 4 in 1的话呢，就是178块钱，只有床单、枕头套、抱枕套，就是178。如果你买一整 set king size 包括棉被的话呢，只卖408块钱，而且所有的价格呢全部都是包邮西马的。那么东马的客户呢，你们买一套的邮费呢只要30块钱，因为我们寄的时候呢是42块4啊，好像是啊，所以我们只送你30块钱，真的没有办法再低了，这个价格真的太优惠了 ，OK。所以东马的客户，你想要买加强版冰丝的话，你就赶紧来吧，因为你真的省了蛮多的邮费 ，OK， 省了12块钱的邮费，因为东马的邮费实在贵的了哈。好的，枕头没有枕头，枕头没有货，我们讲有货的就好啊。我们现在介绍的呢就是这个加强版冰丝的，所以说你们今天购买我们这个加强版冰丝，我们先讲这个配套先哈，因为这是新品的配套。所以说你今天买这个加强版冰丝的系列，你只要是购买 5 in 1的398408，你都可以以这个优惠价格买到一把这个小 mini 的雨伞 ，OK， 这把 mini 的雨伞，我可以等我打开来给你们看，只是这么大把的，一个人刚刚好的。那么你就觉得我，哎呀，买 mini 的干嘛？这个 mini 的有什么用？我跟你说，这个 mini 啊。通常我们雨伞都是大把的嘛，这次特别做小把的，为什么？因为想到可能你们家里有小孩啊，可能有一些就是上班人士啊，你们有些时候上班，可能上班不是每一次要有车出去吃饭的嘛，对不对？有些时候会走路了，突然间下了一个雨 ，OK， 突然间下了一点毛毛雨，或者你去旅行，孩子上学补习这些都好，那么怎么办 ？OK， 我们就特别为你们着想。做了一把 ，OK， 非常 mini size 的这个小雨伞，你看到吗？它的 size 就这样子罢了哈，就这么小罢了，看到吗？就是我这个无名指，这我的手到这边就这么小的 size，OK，、okay, 这个小雨伞的话呢，它是有 UV 的，就是也是有防晒作用的，它里面我们是做成是防晒的，所以说这个小雨伞非常的好拿，你把它带出门呢，好像我们有口袋 ，OK， 我把它放在口袋里面，根本还。
根本 都看不出我放的是一把雨伞 ，OK？ 那么你要放在口袋里面，放在你的包包，或者可能你小孩读书嘛 ，OK？ 有小孩子读书，你不可能给他很大把的雨伞，根本都不方便。不然就是你们每次买的 normal 这种 size 的话呢，也是不方便的 ，OK？ 真的很不方便，因为我们曾经都有读，都有上学啊什么样。如果妈妈给我们一把雨伞太大把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带下去就不好意思，又有点排水嘛，对吗？而且是重点是不方便。那么这把小雨伞的话呢，很好用，非常的轻巧 ，OK？而且收起来的时候可以变得很小把，不管你今天可能去外国旅游 OK， 你带出国的时候下雨天的东西谁都预料不到的，突然间来一个毛毛细雨你怎么办，带着很麻烦吗？那么如果你有这个小雨伞的话呢，就真的很方便了。去到哪里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收，放在我们的 bag 也可以，放在我们的口袋也可以，或者你要拿着当做它是一个电话，这样子放在你的这边手，这样子拿着都可以，因为它就是一个很轻巧的一把小雨伞。这个小雨伞的质量还真的蛮好的哈，所以这个的话呢，如果你是购买 5-in-1 的话呢，你可以以20块钱的优惠价购买一把，这个只是限量 ，OK， 限量罢了，真的是限量100把。所以前面的客户如果想要下单这个加强版冰丝也好，纯棉也好，那么你们可以赶快哦 ，OK， 这个只100把罢了哈。然后就是补充一下，如果说客户你可能就是不想要买 5-in-1 的，可能你曾经买过了一整set的，那么如果我们要 repeat order， 可能你要想买回传单，很多时候就这样吗？哎呀，被我不需要买太多，我买两件有两 set 我已经很足够了。可是我的床单喜欢天天换，我每一两个星期我就想换一个新床单，看着看到很过瘾嘛，因为舒服的东西很舒服嘛。然后你每两个星期你换床单，每人都是那样的，你换了一个床单铺上去的，突然间那天晚上你就觉得特别想睡觉，因为看到很舒服嘛，是吗 ？OK， 这样的话呢，如果说你只是买 4-in-1 的客户，你要一次过买两套。如果你买两套的话呢，你才可以以这个优惠价购买这把小雨伞，否则的话呢，就全部只有 5-in-1 的客户才能以优惠价购买这一把小雨伞。我看到42个人了，还有8个人，我们就选两位这个幸运人啊。帮我们再分享多一次吧，超过50个人我们就会选两位幸运人哦 ，OK， 一个幸运人可以获得20块钱的 voucher，OK， 20块钱的 voucher。好，我们介绍一下款式吧，这个是其中一款的款式，超舒服的。我跟你说啊，这个加强版冰丝，如果你再觉得不舒服啊，我真的不知道要卖你什么材质的被子才适合你了，因为加强版冰丝老实说真的是超舒服，目前为止我觉得就是质量好。你要它的那个保暖度好，我觉得这个被真的很适合，真的就是又保暖又凉又舒服，可以的。48个人了，多哎呦又掉去46个人了 ，OK， 多两三个人，马上过50个人，我们就送两位 ，OK， 就送两位客户的 voucher，OK，、okay? 一个 voucher 就是20块钱。好，来我们 OK 过50个人了，好，等一下我们直播结束过后，我们选两位幸运儿，然后公布下去哈。这款有一点像的 feeling， 不是，会像吗？还好吧，会像吗？应该不像吧。OK， 所以它是有一点点线条的，真的，你们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吧，因为这个加强版冰丝哦，真的超级超级的舒服，很难形容它，因为什么嘛？因为连我的客户啊，都能把我的纯棉的材质形容成冰丝了，那么这个加强版冰丝呢，我真的不懂要把它形容成什么了。OK， 可能我要把它形容成加加冰丝吧，因为真的很舒服了。OK， 真的超舒服的。OK， 下午好，好的，来分享了哈。等一下我们就选两位幸运的出来，然后就公布出来，会把你们那些照片 screenshot 下来放在我们的 Facebook page， 会等一下关播之后大概半个小时后，我们就会选出来哈。对的，这个款式真的很美。我跟你说这四个款来的哈，我跟你说都很美啊，等一下给你们看那个款式真的很美。你像这个 color 哦，一眼看上去它就是属于那种亮的，绝对不是那种暗款的啦，都是亮款的。 OK， 就看起来就是整个房间看起来会比较干净比较亮的。为什么？它也是有一点那种层次感，有点浅浅到深深，因为它只有这一 part 这个粉红色的地方啊，深灰色的地方哦，这一 part 都是比较深一点的，所以感觉到整个床单就是不是那种太淡， OK， 也不是那种很暗的，所以很美，这个款式真的很美。 OK， 来我们再介绍其他的款式哈。另外一个款式我知道 IV 要看那款，哎 ，IV 不是要看这个款哦，那个是另外一个客户，我才弄错了 ，OK， 来 ，OK， 还有一个款哦，就是单色的，很多客户就问我嘞，
哎，这个颜色到底像什么颜色哈 ？OK， 因为你不要看彩卡，因为我觉得彩卡有一点点。彩卡的话呢，因为电子版的图案哦，跟我们 print 出来的图案哦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这个彩卡的话只是一个 guideline 给你们看一下大概是什么颜色，因为这个的彩卡有一点点不准的哈，因为这个颜色可能你在彩卡看到的时候你觉得它有点像绿色嘛，其实不是绿色，它的颜色就像这样子的。你有些客户叫灰啦，也有客户叫卡其色，尤其这种颜色呢真的很难很难叫它咧，我很难把它定位成哪里一个颜色。你看你这样子看旁边又是另外一个颜色的对吗，你这样子看又是一个颜色，你看前面彩卡等下又是另外一个颜色。 OK， 我就跟你说大概啦，这个颜色呢就好像有一点那一种，有一点什么颜色，你想象那个灰色OK， 然后再 mix 一点点那种卡其色掺下去的颜色，就是变成这样的灰色，也不是很灰，它也不是算那种很灰色，它就是那种浅色的 OK， 浅色的卡其，然后比较有一点点带灰，深一点的灰，不是那种很浅的灰啊。Hello， 可以的 ，Fanny 新款来了，所以这个颜色我给你看背就好了，你就把它当做灰色就好了 ，OK， 灰色就好了。你看，因为灯光下你这样子看的话呢，你就感觉它有一点点 gold color 这样子是吗？灰银色。灰金色我觉得有点的，也可以讲灰银色吧，所以每个人看颜色哦真的是不一样嘞。你看我在灯光这样子下照啊，你就感觉到它有一点 gold color， 可是它不是那种金色来的啦，它就是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灰色，比较有 color 的那种灰色吧，蛮美的，这个颜色很美哦，这颜色铺上去哦超好看的，因为它不是属于深色也不是属于浅色，银灰色啊就差不多吧，算吗，叫银灰色吗，我就觉得它有点像灰色，有点像卡其色，一点点 brown color， 就是类，它就是属于这一类的颜色，有点灰啦，有点卡其，有点 brown， 有点金，它是属于这些颜色来的。OK， 如果 Pantone 卡是最好，我觉得下次我买一个 Pantone 卡来给你们看这个卡色的颜色，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是很好。OK， 下次我跟人家拿一个 Pantone 卡。OK 啊，这个是第二个款的颜色哈，超美哈、哦，这个是单色，所以你们要买单色的客户呢，你可以买这个紫色，因为这个紫色还有。King size 应该还有几套就没有了啦，应该剩下两三套就没有了哈。然后就是这款来的这个新的颜色，超美的这个颜色，这次的加强版冰丝都很美耶，四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OK， 第三个颜色新的就是这个，你记得吗？上次我们不是卖一款深蓝色啊？这款的蓝色跟那个蓝色是不一样哦。这个是偏紫色 ，OK， 是比较偏紫色，比较深的。它跟那个之前我们卖的那个蓝色是不一样的，可是我卖完了。如果有的话，我可以给你们那个对比，它是不一样的 color 哈。这个颜色比较偏紫一点的，很好看啊。这个颜色好像有一点小方块这样子，三个横啊，它的 button 这样子啊。这个颜色也是超好看，因为这个紫色美我已经用了。这个不是紫色嘞，它是有一点蓝，可是它这个蓝呢偏有一点紫，好像像我那个纯棉的那个 diamond 这样的颜色，嗯，它就类似像那个 diamond 的那款颜色。慧心买的是那个单色的紫色，我知道 ，OK， 这个是新货，这个是另外一个 color， 因为这个颜色哦，我一 po 上去我就今天卖了几套，这个颜色很快。对这个颜色，因为之前有一个客户就说，哎呀，蓝色我觉得太 bland 了啦 ，OK， 我不要，我要比较有一点图案啊。刚好我们这个新货一看一。po 上去，因为你看照片它有点接近蓝，可是它不是跟那它跟那个蓝色是不一样的哈，这个颜色是算比较深一点，而且它有一点这个有一点图案这样子啦，所以那些客户一看到这个款马上就买了。 OK， 这个是第三个款的新货啊，超好看，你看超好看，而且又一点都不单调，如果你不喜欢太 bland 的话，你可以买一些这样子啦，因为就看到也不会太单调，而且它也不是那种一点一点看到很晕，不会的，它这个是一点点那个图案，好像那个一条一条的那个格子这样子啊。OK， 是像类似这样子的，很好看的这个款式，蛮美的。OK， 第四个款我觉得就很酷的咯，黑色的，它也不是全黑啦，看到吗？这个颜色有一点像这一款，可是它们的那个线条有点不一样了。OK， 感觉像一样，有点像那种的 feeling， 它是属于这一类的啦，不是那种很线条的。说要去我的店看看，好啊，叫他过来看吧 ，Fanny， 你有我的地址吗？还是等一下我给你我的地址 ，OK， 来，所以这个款式的话呢，它不是那种很线条的，然后它就是给你看一下的款式啊，像这样子的，它只是只有一小部分是线条，这个款式也很美哎，
没有单人的，我们没有卖单人的哈。这个加强版冰丝全部来的这双呢，看到它这个颜色很丰富的，有黑色，然后这边就有一点brown color 浅浅的线条，然后有一点蓝色这样子 mix 下去，很漂亮。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就是很酷啦，你看超美的。这个颜色就是有点像我们那种 no stopping 这样，就是一看出去就是它很出色，非常的好看。这个款式也是今天一碰上去也是卖了几套。OK， 这个款式卖了几套，然后这个款式卖的几套 ？OK， 这两个款式超多。目前为止啦，是我刚刚才卖几个小时，目前为止这两个是跑了好多套。这款式很美，这款式真的很漂亮，就是很酷啊，那个颜色很少有这个颜色吗？因为我们现在都进一些就是我们没有卖过的颜色，像这个 color 我们也是没有卖过的，就是一个新的颜色啦。还有像这个像这种蓝色，这种蓝色带一点紫色也是一个新的 color，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新的 color， 因为这个单色我们也是没有卖过，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卖一些就是我们没有卖过的颜色。里面没有背，有背的哈，就是说你买一 set 的话呢，就是这个传单，然后配回这个背啦，就是一模一样的啦，跟图片一样的。 OK， 跟图片一样的哈。这种的话没有色差，因为这种颜色太容易拍照的话呢比较容易抓得到，所以没有什么色差的。你看到这种 color， 这种 color还有类似这种 color 都没有什么色差了，你看到照片那样，收到那个货最多浅一点，就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拍照的话肯定要立体一点嘛，没有立体一点怎么吸引到你呢？是不是？所以你看到这个颜色的话呢，就是差不多的，跟现货差不多，差不多都没有什么色差，超好看的。这款单色我觉得就是蛮多客户都会喜欢的咯，而且像这种 color 又不是很深，又不是属于浅色，我觉得是蛮吸引人的啦。这个颜色你们看一下吧，如果你们比较喜欢 blend 一点的 color 呢，你们可以拿这样的 color 哈，是超美的。 OK， 是超级美的。然后呢，你们只要购买这个 Fine One 的话呢，你们就可以以这个优惠价呢购买就是一把这个小雨伞，而且这么实用的小雨伞，又可以给自己用，又可以给孩子用，上班又能用，读书又能用，你看多么的好。你看讲到我都很热，要脱下外套了。 OK， 热死去了。所以你们想要买传单的也可以，要买一整些被，要买一整些包括棉被的可以，或者你只要买一个被也可以。其实我只是介绍那四款，我们还有几款的。 OK， 还有几款呢，就是这个款式，这个是Nice 我们卖的啦，就是好像是三个星期前是吗？ OK， 这个款式的我们还有货哈，这个款式就是这样的，有点蓝灰上的。 OK， 这个款式还有这个款式啦，这个款式也是超美。这款剩下 king size， 剩下五套，剩下最后五套了哈。这个是有点渐色这样子的，浅浅到深深，然后这个花的卖完了啦，剩下背罢了。然后这款紫色就是单色，单色只有 king size 罢了哈，剩下 king size。这款渐色也是剩下 king size 罢了，因为 queen size 已经卖完哈。看床铺的 ，OK， 这款呢、啊、给你们看一下吧，给你们仔细的看一下。超级无敌美 ，OK， 真的是超级无敌美的，给你们近点看一下，你们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OK， 超美的哈。你看我铺上来，我这边的效果，你铺在家里也是同样的效果吧？因为你们家里的话还有一点设计，因为我们在店里面就是后面几条铁 ，OK， 没有什么设计啦。可能家里一些的话，可能有床架啦，这些可能会铺上去会更加的漂亮啊 ，OK。不仅就是漂亮而已，最重要就是舒服，它真的超级无敌舒服的。单单被多少钱？单单被的话呢就是240块钱，你只要买棉被的话呢就是240块钱，如果你要买一整套的话呢就是 queen size 398， king size 的话呢就是408块钱。如果你只要买 four in one， 你就看那个价格，那个格子会不会出冰丝款的、没有嘞，纯棉是纯棉的，加强版冰丝是加强版冰丝的，他们是没有一样的款式哈，没有的。哇塞，真的美，真的很美，真的很美的这个款式。你们喜欢那种比较亮丽、比较 colorful 点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太美了，我真的觉得太美了哈，这个款式。那么如果你要单色的话呢，你就拿这种好像客户讲的那种好像银灰色这样子的了。OK， 这个也是很美啦，这个颜色铺上去也是亮的，可是要一点时间啊，因为我们每几天会换一个给你们看啊，所以你们也可以不着急的。如果说你是有选择困难症的话呢，你就每几天看一下我的直播，看我什么时候换了这个传单，你再看一下。因为有些时候客户可能就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铺上去的，你们可以看到整个效果。 OK， 所以我们要一点时间啊，没有马上换啊，要几天才可以换一次的哈。然后这个款式是超酷的啦，
OK， 真的超酷的，你看啊，你看到吗？它这个颜色，这一 part 的颜色就是这个的单色的颜色。OK， 这样子看得明白吗？对，六十人的 king size 的床 ，king size 的床呢，全部都可以 up to 到16寸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的床啊，只有8寸啊、10寸啊、12寸啊，全部可以 up to 到16寸高。对的，加强版的 king size 就是408块钱。OK， 408块钱啊。然后这款紫蓝色是超美的，你要买舒服的，你就要买加强版冰丝。虽然我们的纯棉也是很舒服，那么如果你要找那种直接棉被系列的，你要找带一点冰凉的，那么你直接买这个加强版冰丝，真的超舒服的，没有客户会说不舒服的。他们只会说就是舒服到啊，舒服到不会讲 ，OK， 舒服到就是不懂怎么形容，就是很好睡就对了。他说又凉，然后又有点冰凉，就是很好睡。他说真的太完美了，真的很舒服的。所以你们想要买舒服的，要买一点凉凉的，你买加强版冰丝绝对不会错的 ，OK。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加强版冰丝它是暖的、舒服的，它不是那种滑滑，好像就是睡下去会溜下去，它不是那一种布料，完全不一样。冰内没有分行，没有啦，我们只有 JB 罢了，我们只是做小小的 ，OK， 在 JB 开一个小小的店罢了哈，没有冰内没有分行的，冰内很快的，你可以邮寄啊，两天就到了。所以请求各位跟我们买产品的客户呢，我一给你单号的，如果说我今天给你单号，你两天工作日没有收到，你记得要通知我一下，真的不要太久。我一个客户的货已经不见了三个星期，你知道吗？100多块啊，我们现在还在找着那个货，还在发 email 啦这些嘞，你知道吗？头痛哎，三个礼拜了还没有找到100多块的货，真的棒，真的棒的。我跟你说，加强版冰丝你用上了，你会爱死它。太好睡了 ，OK， 因为这个加强版冰丝它也很容易打理，你看它布料凉凉的、柔柔的，你洗的时候又快干，你又不用搅，你又不用洗这么久，又不用搅干搅那么久。我跟你说，你要洗这个加强版冰丝，你就洗就是甩干的时候啊，洗大概甩1到3分钟就好，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把它晾在外面，你没有太阳你也不用怕，你不用担心说完蛋，我今天洗穿单没有太阳我就 LL 了，不会的，你没有太阳啊，你就给它晾住那边，晾个半天，晾个6-7个小时，或者家里开一个风扇，它都会干的，真的会干的。喜欢纯棉的款式，纯棉其实也是很舒服的，你们知道吗？等一下给你们讲一下纯棉，因为纯棉我觉得又耐洗又耐用。纯棉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价格又经济 ，OK， 然后又不会贵啦，那个价格就属于比较中价，而且呢就是颜色的那种色牢度也很好，就是比较耐洗比较耐用的啦。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有要求的 ，OK， 就是你是那种很有要求的，你想要那种很凉的 ，OK， 那么你就买冰丝的。如果你是有一点要求的，你要买好的品质的，那么你就买那个纯棉的，就是那样。因为我们很难跟你说哪里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对我而言，两个真的都很好。纯棉难道不好吗？纯棉真的很好的，哪里有纯棉一两百？我跟你说，你买我一套纯棉一两百块，我要可能一年后、两年后才可以做你生意的，因为真的是不容易坏的，你知道吗？洗的棉会不一团吗？不会的，我给你看为什么不会，看到吗？这个背的话呢，看到吗？这个背的话呢，全部已经定型了的，全部定型一个四方格，所以我们洗的时候不用担心说，这边的棉，然后就是跑去这边，不会的 ，OK， 非常的固定，所以我们不用担心那个棉啊会跑来跑去 ，OK， 毛巾要等到8月份才会有货啊，8月份到时候就介绍你们。我跟你说我做的什么，你们要买那个擦手的毛巾哦，你们不要买先，你们等我们。我们找了一款就是那个擦手的纯棉的毛巾，很好用了。然后找了一个那种洗碗的东西，就是洗碗的一种布哦，很神奇的那个布，你知道吗？就是很好用，又便宜又好用又耐用。OK， 你们就到时可能下个月吧，可能下个月会介绍给你们。OK， 到时如果有来货的时候，因为我们用的那个 sample 太好用了，而且又经济又便宜又好用，到时介绍给你们。枕头就是8月份才有，枕头已经没有货很久了，要等到8月多两个月就有枕头了哈。来，我们先讲这个加强版冰丝好不好？所以加强版冰丝的话呢，你不想要买一整套，你去试买它的床单，因为床单也是很舒服啊。你睡到床单舒服，那个被肯定是不用讲的，被的话呢就是更舒服 ，OK， 更加舒服。或者先试了那个被，觉得那个被很好盖，那么那个床单肯定是不会舒到哪里去的 ，OK， 真的超级无敌舒服的了。你要多舒服就有多舒服，真的。
的很难很难跟你说，因为只有你睡下去啊，你才知道那种舒服的感觉。我只能跟你说，就是你睡下去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一种凉凉的感觉。你开一点点 aircon， 你不用开太冷，不用开到16度，连电费都可以省了，你知道吗？你就大概开一个24度、25度，你盖上去的时候呢，就是那种很保暖、很保暖。你不会想到那种我睡觉睡到一半，我想要把那个被踢走，不会的，因为太好睡，就是。很冰凉又保暖，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就是那种又柔软又凉爽，就是很好睡，对不对？就是有那种自然的凉爽。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们 test 一下，就是我讲那个话到底是真还是不是真，就是很好睡的啦，不用担心啦。你买回去这些床品啊 ，OK， 虽然没有 cash on delivery， 可是就是说 ，OK， 你先上网跟我买嘛，就是因为你听到我讲，你才跟我买，对不对 ？OK， 那么如果你真的是敢买了，不要担心，你真的收到那个货。你不要洗啦，你觉得就觉得哎呀好像都不是那样嘞 ，OK， 好像都不是你讲的那样有凉的嘞，你就不要不要不用紧的，你退回来啦 ，OK， 退回来你把邮费还给我们，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介绍你的哈，我跟你讲的哈，全部都是真实的，真的很真实，因为我讲到那个 feeling 啊，什么样的感觉就是那样，它没有很夸张，它就是只是睡下去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冰凉凉凉的，然后保暖的，你不说那个被啊，就是盖上去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要把它。踢走了，你可以感觉到这个被你很想把它整个抱起来，就是那种想要抱起来。老公今天出差没有回来，所以你不会觉得，哎呦，你看老公没有回来，所以我一个这么大的被怎么办呢？感觉到很空虚啊，不会的，老公不在出差就出差啦，没有关系。因为这个被我可以自己盖，这个被的话你可以一边盖一边抱，好像抱那个宝宝那样，你们知道吗？真的超好睡的。对的，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冰丝被的单，对，跟床单超级棒。是的，你看我们又有个客户帮我们拉票的，这个 Rain， 对的，谢谢 Rain 啊。所以说你们可以试一下买这个加强版冰丝，真的很舒服，你不用去担心它的那个，你不用去担心它的舒服度，因为这个舒服度的话呢，真的假不了的，真的假不了的。冰丝被有没有被套的？没有，冰丝版的没有出被套的。为什么？因为冰丝被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出一些就是客户嘛，好像有些客户是要求要被套系列，被套系列我们通常是做成纯棉的啦 ，OK。那么冰丝系列它的布其实就是已经很柔软，而且也很轻，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直接做成被的话呢，我觉得会比较方便。你们睡的话。就是你们洗也方便，然后收也方便，最重要就是它轻，它轻又软，然后又好盖，真的很不错，真的真的不抱老公，我只抱你家冰丝被。是的，像我们睡觉都不抱老公了，我们这种结婚很多年不用抱他了，抱我们的被就好 ，OK。那么吵架的时候人走就好了，被就不要拿走 ，OK。要被的话就拿另外一个被，是吗？所以跟老公吵架的时候跟他说，你人走就好，去另外一个房间就好，那个被你就不要拿走了哈，被留下 ，OK， 就是那样，因为这个被真的会给我们很多的安慰，真的是太好睡了 ，OK， 太好抱了，这是真心的，不骗你的，你们可以试试看，真的很好的啦 ，OK， 我因为你要我讲它不好睡，讲不来，为什么？哎呀，就是那么的好睡，你知道吗？只是说 ，OK， 有些客户呢，那我们就讲一点真心话吧，可能有些客户就说，哎呀，冰丝被，你看我用的会起球的，我跟你说，不是每个人用的起球。这是讲老实话的 ，OK， 因为像这种布料啊，就是它的通病 ，OK， 像好像加强版冰丝啦，什么竹棉啊，总之就像这种类似的纤维，好像 Moda Cotton 啊，冰丝被，总之是像什么冰什么被的啦，有丝的这种东西啊，没有100% 是不起球的。好像有些客户就说，你看。我用了，你看我的枕头套，我老公的枕头套会起球的嘞，可是不明白为什么我的不会。真的说不来，为什么？这种是他的这个材质的通病，不是每个客户说哦，你用到你会哦，有些客户说你看我用一个礼拜就会，有些甚至用了半年都不会呀。所以这东西它的材质的，它有它的好，它必然就是它有一些的这个缺点呐、啊。可是我觉得这个缺点就还好啦，不是到那种很离谱的。而且我觉得就是有，比如说投诉的客户，可能我卖1000套出去，可能费备回来3-4套，我觉得 OK 啦，还是算正常。所以你们不用太过担心这些东西啦。然后就是最重点就是你们洗的时候一定要轻柔的洗，就是不要洗得太厉害，大概洗一个大概45分钟、50分钟，然后尤其是甩干的时候。甩干的时候呢，家里有的调洗衣机，或者你的有调几百转，你就调400转，调最低的那一个。洗的时候呢，甩干1到3分钟，这是一个温馨的提醒。那么如果说，哎呀，你买这个被啊，你要我这么麻烦，那么你就不要 follow， 你照样，有些客户也是这样的，你要照样什么烘干啊，放洗衣店洗的、啊，这个没有办法 control 的嘛，对不对？
因为我们买产品最重要，这个产品要适合我。如果给你一大堆这个麻麻烦烦的话，可能很多人也不要了。所以就是在于你们，如果你们觉得这东西，哎呀，对我来说无所谓 ，OK， 对我来说真的是坏了的话，我再买多一套我无所谓 ，OK， 就算是方便我，那么你就 go ahead， 赶赶去，你要放洗衣店洗也可以，总之就是要轻柔洗，对对的啦 ，OK， 大家明白哈？所以我们就不要有这种加强版冰丝，就不要让客户买到，哎，你看我的有漆，哎，为什么我的没有漆？很难去跟你解释。我跟你说，这种材质它的通病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要接受它的，大家既然已经接受它的舒服度，那么这些缺点呢，就是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它就是这样子的哈。款式有的看吗？有啊，我们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个款式，来给你看看啊，七个款式哈。OK， 看看一下七个款式，有这个有这样子的啦，线条的 ，OK， 有这个有这个灰蓝灰色的 ，OK， 然后有这个 blend color 的，有这个单色的，还有这一个款式。OK， 这款式就有点层次感了。哎呦，我的这个电话不可以转。OK， 不用紧，我们看那个，看这个颜色也是可以哈。OK， 有这样子的颜色啦。OK， 有一个款式，然后有像这样的款式，这个款式也是蛮美的。它是深深啊，浅浅到深深。OK， 这样的 color， 然后有这个啊，这个花的没有了，有这个单色。这个单色 purple color 是超多人喜欢的啦，就最后几套罢了哈，还有几套就没有了这个单色，然后就这些新款的啦，这些新款的就是客户讲的啦，银灰色，我就 follow 你们讲的银灰色，然后就是这个很酷的颜色咯，有点黑，有点蓝，有点灰，很美啦，这个颜色我觉得很酷啦，这个颜色超喜欢的，然后有像这样的 color， 有点紫色，有点蓝色，蓝紫色这样子的，可以呀、啊，可以真的可以买。因为我都跟你说了，我们卖的这个价格真的是算良心价，因为这个的加工费真的很贵的，没有人愿意要加工这套的。只要你告诉他你要做冰丝，那些工人跑得没有路了，背又难做，然后传单又难做，因为太滑，每次裁剪的时候又滑，不好裁，而且车的时候都不好车，真的非常不好车，不骗你的，这个加工费啊真的很贵，它还要贵纯棉大概40% 的那个加工费，这是真的哈、哦、，OK 不骗你哈。然后呢，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船上铺上去的 ，OK 非常的好了。非常的美啦，这个款式亮亮的咯，就是看起来很干净，很亮，很漂亮的，非常的 colorful 的，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加强版冰丝。所以你们大家没有试过这个加强版冰丝的话呢，赶紧试一下吧，反正现在新货还有到，没有那么快卖完的，因为我们的真的没有卖的那么快，所以说你可以先试它的床单，你可以先试168的或者178的，168就是 queen，178的话呢就是 king size。 那么如果你试了这个床单觉得我睡下去我喜欢，那么你再回来买那个被都可以的，因为买那个被的话呢240块钱，可能你没有办法，就是说我、哦、一听到直播我就要给你买，一省下400块太伤了，不要紧的，先买100多块的，你觉得你用了你觉得可以的，你再回来买被都 OK 的，反正刚刚才卖，不可能几天就卖完了啦， OK， 真的没有那么快卖完，所以你们可以慢慢的来先试一下， OK， 试了喜欢，最重点试了喜欢以后要多多介绍你们的闺蜜啦， OK， 介绍你们的朋友啦， OK， 比较跟你们亲近的朋友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用了一段时间，有些时候我们也知道的嘛，介绍别人，等下哎呀，等下介绍别人好的还不用紧，那不好了还被别人讲，不要紧了，你们先试先了，试了一段时间，试了3个月半年，觉得确定了我们这个牌子的呢做到不错的，那么再把我们分享出去都可以，最重点我们不怕吃，最重点就是你要愿意把我们介绍罢了哈。好，来就是说你们购买一套 5-in-1 的话呢，就可以以这个20块钱购买这个 mini 的小雨伞，很好用的啦，这个小雨伞真的上班也能用，给小孩也可以， OK，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买成被 ，OK？ 那么如果你不想要买被，你就买2套4-in-1的，就是你要买2套，你也可以以这个优惠价格呢购买这个小雨伞，因为有些客户不是说一定要买被的嘛，所以我们要比较 flexible 一点。如果说你买2套，你就可以以优惠价购买一个小雨伞，又或者说，哦，我今天买了一套床单 4-in-1 的168，我先买回家试一下 ，OK？ 试了觉得 OK， 我再回来买被。那么如果说你今天买的这个床单你不能以这个优惠价购买小雨伞吗？那么如果下一次就是说可能隔了3个星期 OK 2个星期你再回来买这个被的时候呢，如果小雨伞还有货啊，你可以买了，因为等于你买了一整套了嘛，所以我们可以让你以这个优惠价购买小雨伞，因为小雨伞呢我们就只有大概100把 OK 就限量就是100把，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啦， OK 然后就是一个小提包啊，这个小提包如果说你不要小雨伞，你可以以这个优惠价15块钱购买这个小提包，
没有送啊，雨伞我们没有送啊，没有送雨伞，是让你们以优惠价钱购买的哈。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不需要买雨伞的客户，你可以买这个小提包，这个小提包剩下最后十多个，你就选了。如果你要买雨伞，就不会买小提包；如果你要买小提包的话呢，你就不能买雨伞，因为这些促销的产品哦，我们真的是以促销价卖给你们的，真的是很促销价的卖你们。OK， 那么的话呢，你就不可以同时买两个啦，只能选一个，因为这些数量都不多，这个只有十多个罢了哈，只有大概有一个十五六个左右。这个小提包很好用。而且这个小提包呢，它还是有防水的作用的，好像你上班也可以 ，OK， 或者你要去打包买食物这些都可以，因为它是可以撑得起那个重量的 ，OK， 可以撑得起重量的。你要买雨伞可以的，你要买两套 Four in One 或者买一套 Five in One 的话呢，你就可以以优惠价格购买这个小雨伞，因为小雨伞只有一百把。真的只有一百把，卖完就没有了 ，OK， 就要等到下一次了哈。好，我们讲一下，大概讲一下纯棉吧，因为我们看到今天人数有在，我们就讲一下纯棉好不好？来，我们这个纯棉的材质也是很好，我们就把那个冰丝忘记了哈，把它忘记。现在我们讲我们的纯棉就好了哈。来，我们这个纯棉的超好的。我跟你说，你要买经济实惠 ，OK？ 你要买经济又实惠又好用的，那么你买这个纯棉就可以了。因为纯棉的材质呢，非常的好，真的非常的好。它也是让你睡下去不会有热的感觉，不是说冰丝就是哇，冰丝就是那么你卖的纯棉肯定是热的咯，不是的。其实我们的纯棉呢，才是我们。纯棉一开始我们卖的时候，我们是卖纯棉的，你知道吗？我们卖了纯棉，大概卖了有两年 ，OK， 一年多两年，我们才卖这个冰丝的。这个冰丝大概卖了有三年，这个纯棉的话呢，我们卖了五年。所以这个纯棉的材质呢，你们可以大大的放心购买。之前的枕头还有吗？枕头全部没有货了。你要买那个睡觉的枕头的话呢，你要等到八月头左右才会有那个枕头哎，因为枕头全部卖完了哈。好，我们先讲这个纯棉的。我跟你说，纯棉真的是很好，价格又美又好，而且这些全部都是非常优质的这个纯棉来的。你买下去的话呢，你也是能一夜好眠的，不是说冰丝才会有好眠，其实纯棉也是很好的，纯棉已经是算很好了。因为纯棉，我们的客户都说我们的纯棉是冰丝的，所以那个加强版冰丝的话呢，我就要想另外一个广告语来讲它了。因为纯棉的话呢，都有客户把它称为是冰丝，那么你可以想一下这个纯棉好不好睡，肯定是非常好睡的。我们这个纯棉的话呢，选择很多，有 super single 的，有 queen size 的，有 king size 的，又萌了，真的是还萌吗？哎，又不萌了，又一下子萌一下子不萌了，其实没有办法了啦，我们 Malaysia 的那个网线就是这样子的。好啦，可能一听到，可能刚才一直在讲冰丝是吗？我要讲纯棉，他就 cut 掉我，不要给我讲了 ，OK 啦，不要紧，我们就明天再 continue， 不用紧，没有关系。好，等一下先我就关播了，然后我会选两位幸运的出来，然后 post 在我的 Facebook， 我会 screenshot 他的那个头像这些的，我会选两位哦，所以大家赶快分享哦，等一下我们就马上就选出两位幸运的啦。好的，想要买加强版冰丝的客户呢，可以直接 inbox 给我下单会更快一点啦，然后我再发款式给你选，或者你我记得。就是说你买加强版冰丝买 Five in One 的话呢，不要浪费，就把那个雨伞给带走，因为只有前面的一百位。